需要看向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可私聊咨询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一堂为了两眉头中间的位置，代表的是事业运与财运，又称之为命宫。若是女人印堂中间的位置长得过于宽阔，则她们的性格大方开朗，为人非常的豪爽，在外常常会花钱大手大脚，就算是日子过得再艰难，也会非常的阔气，给家人的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。而且印堂过宽的女人不聚财，丈夫被想能存钱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